潮汕火锅可不是第一次吃了，毕竟为什么又带咱们来吃呢？嘿嘿，因为啊，在其他店能吃到的，这里也能吃到，但是在这里能吃到的，别家可不一定有哦。好期待呀，我们赶紧开饭吧。一起吃饭吧，小姐妹。就知道你啊，又失恋了。没关系啦，他的世界人潮拥挤，看不到你也是合情合理嘛。所以失恋以后要吃什么呢？要吃火锅是最棒了。我今天带你到的是杭州天虹购物中心啊 A 座四楼，这里有一个叫牛老大的火锅，吃起来味道那叫一个赞嘞。来，首先是我们来一碗清汤给你消消气儿。好的，就我们首先呢是把他们这边牛老大里的这个雪花牛肉啦，腱子上面的肉啦，还有呢这个是胸口捞啦，我全部都给你放进去。像这个红色的肉啊，它只要8秒钟时间就可以了。胸口捞呢，就是时间呢煮得越久呢，它就是越脆越嫩的感觉。好，我先尝一下这个腱子肉，来蘸一下这个酱。哦，香气香香香。首先从这个火锅的清汤里就能闻出香来，然后再吃这个腱子肉也是，因为它是腿上的肉嘛，没有嚼劲。好，再吃一块这个雪花肉，雪花肉也是牛后背那边的，也是说起来是很嫩的啊，又嫩又香。你有没有觉得吃完了以后，你那点小情小爱又算什么呢？积极的人永远充满阳光，消极的人永远消极下去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要向我学习学习。没事就多吃吃多喝喝。好，我们再尝一下这个胸口捞，其实是牛的这个胸口的那一块油，但是呢你煮了长时间以后你再吃，它就是很脆脆的，很有嚼劲，嘎嘣脆，有点油炸那个香味，感觉很好吃。还有呢，到他们家这边来了呢，很多人都会专门点他们家的这个牛肉炒饭，它里面你看放了这个什么洋葱啊、胡萝卜啊、油条啊，还有最主要的是还有牛肉。那个香是一个什么香味？所以有些人会觉得，如果你觉得火锅吃不饱，点他们家这个牛肉炒饭的话，饱死你，饱得不得了。哇，一碗牛肉炒饭再来一个酸梅汁儿，真的是好爽。不过呢，大家会说，牛肉火锅我们平常吃的还挺多啊，那他们家还有什么新鲜的嘞？真的是问对人了，因为他们家现在呢推出的这个是藏香猪，而且也可以涮火锅，你一定是没有吃过。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啊。这个藏香猪的这个猪肉呢，你可能觉得哎，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说起来那就话长了。这个藏香猪呢，其实呢原来呢只是在西藏才能看得到，而且吃得到。哇！但是现在在浙江啊，你同样也可以吃到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老板他很厉害了，他是壮志凌云的想，脚踏实地的干。所以呢，就是在缙云啊、仙居啊这边有个大洋山呢，就特别适合这样的藏香猪来生活。他们啊喝的是天然的山泉水，吃的呢也是就是白种草，就是说胆固醇和脂肪的含量很低，氨基酸、微量元素含量呢又是很高，所以也被称为高原之珍。现在这只猪就已经在我的桌上了，看到了没有？人家说，哎，人和猪有什么区别？我是想说，猪一直是猪，人有的时候却不是人啊，没有了，大家都是一个好人。好了，我们要尝一下了啊，是把这个藏香猪已经是放进去了啊，现在呢我们涮过。有些妹妹说，哇塞，你这个这么肥的这个白的，我跟你说，真不要慌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猪，沾点汁啊。哇，这个真的跟一般不一样。首先这感觉是很香，然后它的嚼头，最主要那个肥肉进去以后，你会在想，哎，这肥肉在哪里？所以这个也是藏香猪和一般的小猪猪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我在家里经常也是喜欢吃白切肉的啦，但是白切肉对肉质的要求实在太高，如果你一般那种饲养的那种是饲料的猪，白切真的是吃不出那个香味。哇，香香香香香香香，嗯。就是五花肉有点到了嘴里就化掉的感觉，而且必须要有一点肥，因为有点肥会更香。蘸上这么的，随便蘸一点佐料，它整个那个味道全部就出来了。好，再吃下这个猪肚，猪肚呢，猪肠我平常也是我的最爱啊。这个猪肚也是就吃它的原汁原味。
吃了猪肚以后，说它是漫山遍野随便乱跑的猪啊，我就相信了，因为它超级有嚼劲，而且很爽滑，不像一般的猪肚的话，它的那个劲道没有这么足，确实不一样。女生的失恋的话呢，心情不好就可以来一顿火锅，让自己先嘴巴爽起来。但是男生撩妹啊，那真是需要一点技术，没有技术的话，就会像我们这个小哥儿一样。男生不会甜言蜜语怎么行？知道你为什么现在没有女朋友吗？就是因为不会说话。来，我教你。看，那儿有个女孩。走。哎，婷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呀，你跟我一朋友长得特像。对不起啊，认错了啊。这是最最最最最基础的。哎，你看，那儿正好有个好姑娘。去试试。狗蛋儿，是你吗？狗蛋儿，谁是狗蛋儿？你叫谁狗蛋儿？你才是狗蛋儿呢！你是狗蛋儿，你才是狗蛋儿呢！你就是狗蛋儿。好了，想要吃这个藏香猪的朋友呢，那赶紧呢就加我们的公众号跟我们联系，到时候叫老板给你再打折。那么如果想要到店里来现场吃的朋友呢，从我们节目播出以后一个月内呢就可以打5.8折，赶紧关注公众号哦。今天就这样啦，拜拜。哎呀，真的是馋死我了，5.8折啊亲，还不赶紧去拔草。今天立即请你吃了鲜切牛五花、石饼肉、胸口捞、特色牛肉炒饭、藏香猪五花、藏香猪白切、双口藏香猪肚。明天啊，丽金还要带你去吃猪，正宗的德国烤猪蹄。咦，这儿看着这么眼熟呢，想知道内幕吗？明天可千万不要迟到哦。华树影院周末大片，全球票房大片，超级感官体验，经典重温，视听盛宴。每周六周日晚21:00，华树频道与您加片有约。